好，那现在美国呢？拜登要怎么做呢？美国最会就是你要是跟我站在不同面，我就制裁你。好，美国总统拜登果然在22号表示，他认为呢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开端，所以呢就下令了对俄国的银行跟寡头实施严厉的金融制裁。We have no intention of fighting Russia. We want to send an unmistakable message, though, that the United States, together with our allies, will defend every inch of NATO territory and abide by the commitments we made to NATO. We still believe that Russia is poised to go much further in launching a massive military attack against Ukraine. Hope I'm wrong about that. Hope we're wrong about that. But Russia has only escalated its threat against the rest of Ukrainian territory, including major cities and including the capital city of Kyiv.再来欧洲怎么看呢？非常需要俄罗斯继续源源不断的提供能源给他们的欧洲。欧洲联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表示，27成员国呢一致同意，针对俄罗斯侵犯乌克兰领土完整呢，要实施一系列的制裁，包含呢限制俄罗斯进入欧盟资本跟金融市场。This solid package contains a number of calibrated measures. It is a clear response.To these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by the Kremlin. The sanctions directly target individuals and companies involved in these actions. They target banks that finance the Russian military apparatus and constitute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stabilization of Ukraine.好，总共呢帮大家统计一下，就是针对俄罗斯的351位议员，还有呢27个实体以及个人实施了制裁，范围包含了政治、军事、商业跟媒体。另外呢，对俄罗斯有庞大利益的天然气管线北溪二号，德国呢也宣布进行制裁，暂停审议北溪二号管线的认证审议程序。那么现在呢，整个程序当中，它停用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呢，其实德国总理肖兹哦，德国一直因为这个。天然气呢是德国跟俄罗斯他们好一起合作的，所以呢，其实德国很想做这个生意啊。俄罗斯的天然气呢，好输透过这条管线北溪二号进到了德国之后呢，再卖到欧洲各个国家去，对德国来说也是有好处的。但是美国现在呢，就抓着这一点要制裁。好，德国总理肖兹呢，原本是一直拒绝承诺，好会不会把北溪二号放入这个制裁俄罗斯的选项啊？但是呢，就在普丁承认了这个乌东地区独立之后呢，据说柏林当局也只能忍痛牺牲他们自己德国人眼前的经济利益，要跟欧盟采取一致的行动，跟欧盟站在一起。北溪二号呢，这个输气管呢、是德俄之间一起合资开发的，2018年5月就动工了，但是到现在花了110亿美元，新台币将近是3100亿元。那到去年9月完工，12月进气，结果呢，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稳定的来做生意，就是因为。乌俄边境动荡，现在看来启用遥遥无期。好，再来呢，还有谁也跟进要制裁呢？英国、美国、好欧洲多国之后呢，包含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今天呢也宣布对俄罗斯要采取制裁行动。那日本会做些什么呢？岸田文雄表示，对俄罗斯制裁的范围包含停发相关的人员签证，还有冻结资产，也禁止进出口。那俄国的债券呢，也不得在日本发售。啊，就是对于宣布独立的乌东两个地区，日本也是。同样进行制裁，目前来讲算是军事外交一起施压了。那如果说乌克兰还是不就范，我说就范的意思就是说，你就签个约承认啊，你就拒绝保证不加入北约。现在就是要你泽伦斯基做这件事，你如果在这边拖的话，那下一步很简单嘛，叫白俄罗斯也来承认。卢甘斯克跟顿内茨克，到时候如果说这个外交效应的话，对，好，就是强的硬软硬兼施的情况之下，乌克兰可能就没办法招架，对不对？乌克兰就变成压力更大。但是我觉得今天也要看一点哦，大使，美国也没有跳出来否认说他们两个不是独立国家，对吧？我觉得乌克兰没有看到他们有做这方面的评论。基本上乌克兰已经被卖掉了。乌克兰被出卖了，各位，已经被卖掉了。曾经信誓旦旦的，还收很多情报，好、让乌克兰如此亲美的乌克兰，已经被卖掉了。已经被卖掉了，因为这个叫什么叫你这个自己国土被人家，就是人家承认了，
那你一夜之间这两个就没有了，原本从敏感地带变成已经是别人的，也不说别人的，就是他们自己独立了。是啊，而且你不承认这两个是独立的话，那你就意思说，就乌克兰的角度哈，这两个还是你乌克兰国土嘛？嗯，那俄罗斯军队已经进来了，这样就变成等于是俄罗斯已经打过来了，已经进入你乌克兰的，已经进入乌克兰领土了哈。你怎么办？你没有保家卫国。可是现在就变成就是说，不是你乌克兰怎么认定，美国就没有认定说乌克兰已经被打了。好，再来呢，美国白宫发言人沙奇呢，在例行记者会啊，针对媒体提问说，那拜登呢跟俄罗斯总统普丁会不会就乌克兰危机进行会谈？好，到底不是说要外交斡旋吗？那到底还有没有要谈呢？好，现在美国或许这面子也挂不住了。沙奇明确的表示，两国元首现在不会谈，重要的重启会谈的关键要俄罗斯先撤军。We're never going to completely close the door to diplomacy, and at this point, that is certainly not in the plans. And what would it take to get that conversation back to the table, to reconsider a meeting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Well, de-escalation. That's what it would take. Which, how do you define that? De-escalation means moving troops.那我们再来看拜登的死对头，这是普丁啊。好，现在这个川普，好，川普他现在做出什么样的分析呢？好，川普今天的言论也让大家觉得呢，真的是吓了一跳。好，川普居然呢说出什么大赞天才还有精明这样的一番言论，好，也让大家觉得真的是摸不着啊，到底川普他在想什么呢？好，只是呢他这一番称赞，或许呢川普自己也是有私心的。现在呢等于是俄罗斯朝着全世界投下了一颗震撼弹，那欧亚美国的股会市呢也是应声倒地了。那么美国的前总统川普呢大赞普丁，他是在访问的时候他说看了电视新闻啊，立刻觉得普丁是一个天才而且很精明，因为他说认为普丁呢居然可以宣布属于乌克兰的领土独立，这一招很聪明，他说呢这就是所谓的最强的和平力量。川普就说普丁呢是非常精明的家伙，而且他还自认说很了解普丁哦，非常非常的清楚。再来呢，普丁22号获得了国会议员联邦委员会的批准，就是呢允许可以把俄国的军队部署到乌克兰东部的领土，包含顿内茨克还有卢甘斯克，执行维护和平的任务。那普丁表示呢，这有关于乌东的明斯克协议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也指责这是基辅当局扼杀了这项协议。Минские соглашения, их 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что же их выполнять, если мы признал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этих образований. Самым лучшим решением этого вопроса было бы, чтобы наши коллеги в западных странах не теряли, что называется, лица, чтобы сегодняшние киевские власти сами отказались от вступления в НАТО. По сути, реализовали бы идею нейтралитета.那其实俄乌危机的震荡呢，我们看到全部是红色的，全球金融市场如何来反应呢？雅股、欧股呢，在周二是接连的沦陷。那美国总统拜登的演说表示呢，俄罗斯已经开始入侵乌克兰，然后呢宣布第一波的俄罗斯制裁。美股呢三大指数惨跌啊，道琼工业指数一度下跌了700点，但尽管呢最后反弹，但是还是收低的。道琼工业指数呢重挫了482.57点，那么标准普尔指数呢下跌了，跌幅有达到1.01%，这两大指数呢都是收盘在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科技股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下跌了166.55点，跌幅1.23%。另外呢，俄罗斯的股市呢周一也是暴跌的，跌到了2020年11月的低点，债券殖利率也上升到6年以来的新高，俄罗斯的卢布兑换美元跌到了1美元。对78.87卢布，这是15个月以来的新低纪录。好，那现在呢，影响了国际油价、金价、股价呢，台股也受到冲击了。那么这次的俄乌危机啊，有专家分析呢，就是因为乌克兰其实不断的在刺激挑衅俄罗斯，一直在踩底线、踩红线。资深媒体人赵少康就提醒，台湾也要做警惕，避免沦为大国博弈的棋子。
乌冲突让台股22号盘中重挫380点，就连23号开盘也微量下跌。国际情势影响油价，金价大涨，是否连带影响原物料通膨危机，引发关注。但乌克兰屡次刺激挑衅俄罗斯，终至引发战火，不少专家提醒台湾该警惕。乌克兰总统因为他是这个谐星喜剧演员出身，他把加入北约放在他的宪法里面，这一放到宪法里面就麻烦了。那对普丁来讲，他就觉得威胁很大嘛，西方的势力要放到我家旁边来了嘛，这个大炮等等就可以直接打到我俄罗斯了嘛，好，所以对他来讲，他要阻止。今年乌克兰领导人想借由西方势力或是加入国际组织对抗俄罗斯，外交专家说这模式很像蔡政府比较亲西方的政客哈，掌权以后啊，欧盟一个目标是加入北约，事实上不但说北约完全没有要接受乌克兰的哈迹象，连欧盟也不接受，西方的政客啊，完全错估国际情势。外交专家警告，看到美国对乌克兰没派半毛兵，蔡政府该觉醒。的总统拜登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如果俄罗斯军队进入了乌克兰，美国不会出一兵一卒，这是美国对待一个他曾经所谓很支持的一个盟友的一个做法。美国跟乌克兰还有外交关系，那美国跟台湾之间没有任何外交关系。给我们一些启示，就是说你小国哈，或是你比较弱的这方，不要去刺激那个大的一方嘛。好，你是刺激他，刺激他，哦，好像一副邀他来哦，你何必呢？反正到时候死人是在台湾呐。战场在台湾，就像你现在看战场在乌克兰。这场俄乌战火，台湾执政者恐怕得诚实面对，检讨外交现实和台海危机。记者杨世旭、李一璇台北报道。再来呢，美国的前国务卿蓬佩奥即将要访台了。那面对川普时期呢，就高举反中大旗的蓬佩奥要跟蔡英文会面，大陆国台办呢今天早上做出回应，认为这根本是闹剧一场。国台办新春后第一场记者会由发言人马晓光出席，面对媒体提问，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将在下周3月2号到访台湾，且将拜会蔡英文等多位政要，国台办作出回应。民党当局啊，与反华政客沆瀣一气，企图借外部势力为谋独造势不过是闹剧一场。话说的酸，蓬佩奥访台宣称挺民主，一举一动备受关注。此外，加上俄乌情势紧张，民进党配合美方舆论与台湾与乌克兰相提并论。国台办发言人也认为，这根本是民进党自作多情。加上日前台湾出版社发行大陆作者激辣中国，将书中所有大陆都替换成中国，导致出现哥伦布发现新中国等词句，国台办也有话要说。这出走火入魔的闹剧是民党当局推进去中国化造成的又一恶果，长出的又一奇葩，计划天下之大吉。从两岸文学到蓬佩奥访台与俄乌紧张局势，国台办都强调，这正是民进党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的作为。蔡政府仍力邀反中大将蓬佩奥访台，不外乎想借此提振台湾接连遭断交后的士气，替年底选战注射反中的强心针，却不惜挑动两岸间的敏感神经。这里是谢佩瑜北京采访报道。再来呢，布林肯是在21号跟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通话了。那会后呢，有媒体报道说，布林肯当面对王毅说，美方反对台独，这跟过去美国啊只喊不支持台独不太一样。这是不是等于拜登政府是首次在附和中方的强硬立场呢？蔡政府口中坚若磐石的好哥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大陆外交部长王毅通话，大陆官媒报道，布林肯保证拜登政府无意改变中国大陆体制，甚至是反对台独。过去美国官员顶多讲不支持或不鼓励台独，这回若真用了反对字眼，将是拜登政府首次如此附和中方立场。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美方把这个台海的问题哈，当作他可运用的一个棋子，什么坚若磐石啊，这些都是一个很虚幻的一个哈一种形容词而已，从来没有用过反对两个字。如果这次布林肯国务卿用了反对台独，那就表示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态度的改变。而过去只要有美国官员不小心脱口说反对台独，美方都会立刻澄清，这回国务院请回应不评论私下外交对话。专家分析，拜登态度改变代表中美关系早就好转，此刻蔡政府却还找反中鲜明的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来台，恐怕又欠思考。对民进党有好处，
对台湾来讲哈，只有百害而无一利。吹捧或者是拉抬蓬佩奥的声势的话，拜登呢可能认为蔡英文政府呢可能对美国不太友善，那么会产生立即的外交不利的效应。蔡政府口中坚若磐石的好朋友，一回头却早就牵起别人的手，一味的反中是对人民有利还是对民进党有利，执政者恐怕得想清楚。记者郑浩报道。好，再来呢，俄军已经开进乌克兰东部分离区了，但是呢，社群媒体最近大家一直在讨论哦，不论是坦克车、大炮或者是火箭发射器等等的补给军车，居然都有一个神秘的 Z 字，到底这个 Z 是代表什么意思呢？这是根据 The Drive 还有每日新报 Daily Star 22号的报道，有专家认为这会不会是俄军扩大攻势，好，他们要在战场上可以迅速辨识的代号呢？因为这些记号除了 Z 之外呢，也有方形或者是三角形的白框，也有一些是数字加上三角形的红框。好，最先报道俄军侵略乌克兰的这个调查报道记者托勒，他说呢，从2014年俄罗斯呢并吞克里米亚之后呢，他已经密切关注长达8年了。他说从来没看过这一类的标记，所以有认为呢要做最坏的打算。那基辅军方的消息人士是认为说，这可能也意味着俄军最终备战已经完成了。他说呢，能辨识任何攻击部队是很重要的，尤其呢对俄罗斯的空军来说。他说乌克兰人也有很类似的坦克军车，所以呢俄罗斯写了神秘的 Z 字，也有可能是要降低友军误击的风险。